说吃素会体寒，最大吃素会体寒，显然这个直接不对哦。他吃什么素菜呢？吃肉也会寒的。那每一个包括素食，它就是个植物嘛，就像中草药一样，它有些还是热，它是怎么会体寒呢？那就叫药性嘛，它是一个分食疗，一个是药疗嘛。中草药本来就是一个分食物，一个药疗，也是，怎么会体寒呢？这个还有专家说法这么讲，所以都建议说大家都适当的吃煎肉。我觉得这个对，从修正的角度上，吃肉真的是没太大的利益。就是评价下来，就是一是气脉混浊，就是肉食的气脉混浊。现在的肉食也不那么纯净，就是很多污染，而且很动物很蹭，那个蹭黑心也蛮强，很多动物都有报复心的。其实，他们也不是皮外骨被你杀的时候说真的很无名，啥也不知道，有的动物会知道，他很恨恨的，很愤怒的。所以一个是。就是业力杀业，另一方面就是欲望，吃有些尤其海鲜或者什么欲望重，情欲啊什么比较重，吃肉。还有楞严经里有些段落就关于说到吃肉的，还是吃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说有些那个经文都是有可能是伪的，不是佛真实意思的表达，不是佛说的吧，不可揣度。有些东西不知道，在特定的时空佛会怎么做，不可揣度。其实这都是比如说情欲的问题，肉的问题，其实这都是众生最执着的地方。吃不吃肉，因为众生有的想吃肉，放不下肉，就活得觉得有真的之间觉得不吃肉可能会营养不良，或者有些之间还有情欲，就是众生有时候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他愿意去进入，他放不下，凡是众生执着的就争议特别多。在这些其实这佛学的重点很多空性的理论啊，或者那些很重要，但正因为这两个习气呢，众生其实很想做，说句老实话很想做，他才在这争吵不休，找这个理由找那个芥蒂什么，是不是？如果他不想做，议论也不议论，他是怎么样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真的在这方面进了，你怎么做也是方便，真的是。你要是在这方面情欲迎心已尽，然后慈悲心具足，杀心已尽，杀心跟迎心两个心都尽了，随便你，没有人去评论这些，没有一个人杀心跟迎心，他吃也是这些，不吃还是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我们的目的是重要的是回归成道。而不是讨论杀不杀的问题，讨论去做不做爱的问题，或者是淫欲的问题，不是讨论这些的。佛学又不是一个道德学家，在这个世界上讨论大家吃不吃肉是营养学家，或者是讨论多不多大家是性生活的和谐，不是讨论这些要不要过的问题，是这些东西众生就是在这里边患得患失，执着的太深，所以众生太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，所以是很盯着这个。甚至在经典里边，在这一块一旦不管特别敏感，众生就是你稍微不管怎么说他都能找出理由，找出理由应该这样应该那样，不对，不对，其实众生太看重了，太看重这两个点，根本没什么。佛已经说了缘起性空啊，所有东西自性空啊，为什么不在这里边看到空性，看到如来？只是说，但是说我这样说，说你从杀心跟杀的这个里边看到空性，看到如来，你这是不是有些人会说你这是不是助长这个的？你是不是不让弟子要弟子的？是，我只是说他跟其他的行为也没太大的区别，比如说偷盗啊、妄语啊这些行为，他是淫欲啊、偷盗、妄语这些没什么区别。为什么偷盗跟妄语大家就不那么敏感？但这个因为大家是。真的是可能太想做了或者太想吃了，他才会特看重这两点，就是显得他就是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没那么重要，先放下这个重要，这个是不是他能起什么作用的心？我们最终是要回到成道以后，那你在这个世界吃三斤肉也罢，不吃也罢，是不是通过吃能结缘，或者不吃能了缘等等？那佛在说了，那是佛的事。只是你在成道的过程中，如果你是一个人类，你很执着这两件事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先不做？一些不做，你才能够看清，因为你在这里边最容易迷失了。这些行为里边，你特想做，
那特小做的事，说明你在这里边已经习气欲望很重了。那么如果你强烈的这种习气欲望，而且尤其情欲能带起你所有的贪嗔痴慢疑嫉妒嗔恨一系列就起来，那么如果这件事能让你这么的波动患得患失呢，那这件事对你影响蛮大的。那么在这件事里边先停下来，停下来你再才能修定力嘛。你说你在做的过程中，贪嗔痴慢疑犯的过程中，一个人能够停下来，能够如如不动，这个人太厉害了。这师地菩萨我觉得也有时候搞不定，所以你先停下来，所以他才是先止嘛，止息一切这些行为啊，有些戒律啊，先止。就是你没有那个能力在边做边能够解脱戒空性，有些行为你可以在做的过程戒空性，有些不可以，你达不到那种力量。所以六祖说戒性之人，龙刀上阵也戒心啊。那难道他是说杀业？他说你戒了空性了，你在上战场拿着刀杀人的时候，你也能戒如来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你知道这句话，你要是仔细推敲，你很恐怖的、哦，你杀谁呢？是不是？你要是讲字眼儿的话，你戒如来，你怎么杀谁呢？是不是？你戒心，但是空性到底是什么？戒心之人，那如如不动的安住。他怎么个做个不做一个要，这我们最终还是要达到那个正量等级。你发现在某些比如杀盗淫妄酒这些五戒或者戒，众生就是特别敏感，这句话每个老师只要在这里边稍微讲错一点点，哈剧烈的攻击，或者是每个老师这个说话，或者是而且特别看重这两点的话，说明众生在这两点执着是最厉害的，他在这块就是拿不起放不下，其实这两块是一个突破点，他才特看重，在这个不断的说，其实打妄语其实也蛮重要的，是杀盗淫嘛，还有就是说假话，其实大家每天都在说假话，其实也蛮重要，但是不讨论这个，很多把重点就放在那个里边去了。但是那个东西呢，就是大家最执着的点，在这个点上很容易把前面的戒律全犯，没有哪个行为哪个习气欲望更重要，没有什么。如果你在道位上走过来成就者，如如不动的都一样。我就是这些年感受很明显，每天做呢不必冒凉气。心力不够，心力不够，力量不够。你心里边其实蛮纯净的，但阳光不够。有寒吗？冷寒。修行人要懂得从内心性上的来去破生理上的这些小病啊，这个附加健康状，因为你不是脏器哪个坏了什么，没那么严重，就是一个寒啊，小轻微的寒啊，或者湿气啊这些，如果重的话都需要药物，都是轻的话就自己内心充满阳光，充满喜悦，它就阳光太阳出来就不会，就永远有希望，对一切充满了信心。发起充满慢慢的走。